也要再次感谢所有贵宾朋友以及我们亲朋好友的体谅，让我们的回首桌茶艺今天的开幕仪式这么顺利这么圆满哦。当然呢，紧接着等一下会继续来安排我们三位辣妹 dancer 继续为大家做舞蹈的呈现。也再次提醒大家，记得我们后面是马路哦，大马路，我们的主要道路哦，所以车辆非常的多，也要大家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哦。好，还有没有朋友，还有没有朋友没有拍到的，来看那个红色的手机哈。好的，当然呢，今天呢也再次谢谢我们所有亲朋好友，也祝福大家可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事事顺心，事事如意。好的，也再次热情掌声谢谢我们两位独有女巫，我们的辣妹 Dancer。